大家好，我是阿波，今天回老家了，到自己家里来了啊。昨天晚上在岳父岳母家住，然后现在回来，爸妈不知道，我今天要给他们一个惊喜。我等一下就穿上这装打扮啊，给他装饰起来，让他们一眼看不出我是谁，然后偷偷的给他展现出来，给他个惊喜。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，看一下啊。这个是我买的道具，等一下就给他戴起来。不要认出我来啊、哦！能认出我来吗？大姐，大姐，哎呀，你怎么穿着这个装扮的？我能不能到你家讨碗水喝一下？可以的，我去给你。哎呦，现在这么热的天气，我去给你倒一杯啊！哎，好。我去给你拿啊！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，好，有谢。来喝水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大姐。大姐介不介意我这样拍一下视频啊，记录一下生活？不介意，现在可以拍的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太热了，这天。太热，是太热。哎呀，喝点水更舒服。谢谢大姐啊。不用谢。妈。呀，是阿波啊，第一耶，这有一个，还有不节目跟我约个嘞，没听清啊，没听清，我刚亲了某个么，我要背一个惊喜，不能忘记，忘了是吧？我都忘没来去，你怎么吃饱早了？没听清啊，早点点，没听清的没听。那吹不贵了？吹风贵啊！他都说话子了啦。我等于多包几条纸个，几条方子的纸不？多包几条纸个。嗯。还靠个哩要洗呀，洗打个哩红纸个点。啊！不留的，我光是留的。那留的了，要就洗么烫耶？嗯。不洗。不痛啊，不痛啊！阿妈，你得痛啊，但你不得吹点。啊！哇，这个好看，我们家的鸡都是从鸡蛋孵出来慢慢养大的，爸爸妈妈平时都不舍得吃鸡，因为他们常说，鸡是留着下蛋用的，但对我们孩子来说，他们总是很舍得。每次回家都感觉家很温暖，家乡还是那么的亲切，天空还是那么的蓝，水还是那么的清澈，就连空气都是甜的。我问妈妈一开始有没有认出我来，妈妈说听声音有点像我的，但是你在杭州，怎么可能会突然回来啊？我跟翠翠不在家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很少买菜吃，基本上吃自家种的菜。有一次菜铺的老板娘跟我说，很少看到你爸爸妈妈买肉吃的喂，只有你们在家的时候才看到他们来买肉。
这次回来在家里啊待的时间不长，等一下吃过午饭啊我就要去杭州了，因为翠翠一个人在那里啊我也不放心，早点过去。哎呀，在老家这边啊其实也蛮热的，但是在自己家里都感觉汗滴滴的。哎呀，以前都蛮凉快的，今天也不怎么凉快。哦，还是到一楼去，一楼比较凉快一点。这个餐厅可以在这边放，同样我们投个钱啦。哈哈哈哈哈！班长，我的弟弟啊，都光时间，都没光时间的，嗯。哦，他们讲不了。哎，等一会我就走去包包。我还没讲。嗯，兄弟，别让我一直缺乏了。节目都会有上，要不等一个。恭喜你了。不然等于错过一个班次。班次第一个等。怎么办？我还没吃，叫你点。吃香吗？香嘞。我当然不懂我啊！哈哈，这个干，哎，肯定你平时用的是这个嘛？平时都当然都这个。你没骗我哎！当然。当然了。当然了。就那个一些鸟子上买这个哈。我这个嘛，什么都接。对。嗯，反正是。喜欢我们爹唱的的。啊。放不也跟着舞。好吧，哎，你卧室都贴贴的，去吹的，房间我个风格吹的，你卧室都贴。哎，要带卧室一房间。啊，贴的。新乡路便宜的哦。那在洋酒店，唯一还是洋酒店是凉的。几点的？一天房位。一天房间个点啊？三天房位。行。还有水上的别的。忙着拿光了，是吧？对，学费的。你忙完了，跟家人去一趟就回来，上午睡啊。小溪流水，小溪流水哗啦啦的，很应景，嗯，啊，这有工具那没得，